叶主任，你可算搬进来了。我今天刚好没有手术，然后就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叶主任，谢谢你帮我找这个房子，我应该今天请你吃饭。我们给你买了菜了。看着鱼呢。你家真干净啊。还行吧，我平时呢喜欢打扫卫生，放松一下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快进来坐吧，菜马上就好了。叶宁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缺点啊？谁说的？那是你没看出来。哎，你尝尝那鱼，看合不合你口味。那我尝了啊。哎。来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哎，我听刘峰说你是一西北人，怎么那么爱吃鱼呢？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听大人说吃鱼可以让人变得聪明，我想做心脏外科医生一定聪明才行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吃鱼。你小的时候是多大？8岁。8岁？8岁你就想当外科医生了？